泰鲁格之乡，哦，28次叫白象啊，花莲的泰鲁格之乡啊。我是公共列车长，在2014年5月10日。哦，西站西子站。哦，19:36出发的是4046次叫白象啊，花莲的巨鲸快车，也有5141580巨鲸快车。那个支持路下面干嘛？对面都要点我们的激光片。